元大金认列了56.4亿元东洋证券的并购利益，今年获利将会重新回到百亿元俱乐部。元大金呢，在接受过会计师的签证过后呢，合并了韩国东洋证券的56.4亿元的购买利益，已经确定可以认列在元大金的获利，并且直接反映在今年上半年的半年报上头。